说到行走的荷尔蒙朱亚文，如今脑海里除了浮现出高鼻梁那壮硕的身影，还有就是他那声充满磁性的宝贝儿了吧。近日朱亚萌加盟综艺心动的信号，虽然在节目中他一直处于被攻击和被嘲笑的状态，但是大家还是很羡慕他的婚姻生活的。而近日朱亚文在节目中自曝求婚细节，表示自己设想的求婚本来应该是浪漫的教科书式的求婚，他原本为了求婚精心策划了西藏之旅还有一系列计划，而且为了给沈佳妮找一个异形的钻戒跑遍了法国很多地方，但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因为工作原因他的计划全部泡汤。而之后两个人在一次吵架中，沈佳妮被朱亚文气哭了，便说出了一句你说话不算话，这句话可把朱亚文惹恼了，于是他直接对着沈佳妮说了这样一句话，你给我站好了，站在那儿别动。当时这句话把沈佳妮吓坏了，而朱亚文却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戒指直接跪下了，说我说了很多话可能没算数，但是有一件事我说到做到，我娶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去，男友力爆棚啊，有木有？朱亚文分享自己的求婚经历，意在表明无论是求婚还是婚礼一定要用心。如今的他和沈佳妮有两个可爱的孩子，组成了幸福的四口之家。而且朱亚文在节目中经常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妻子的爱，大家羡慕不羡慕沈佳妮有这样的老公呢？